按照工程公所的这个文武庙开，吼，咱已经开放这个点灯吼的这个仪式，嘛希望咱全国所有好朋友会当来咱鹿港吼上界有文化啊，这个啊限定的古迹吼文武庙来点这个灯，从光明灯啦吼、太岁灯啦吼、财神灯，什么灯拢有吼啊。因为咱是公部门，所以咱收费非常的便宜吼，咱一趴顶才会当才收300块尔。公所吼啊，这个用心吼，所以咱嘛有送一寡啊，这个精美这纪念品。咱纪念品有包括咱这个啊金箔的公仔。啊，嘛有咱这个啊，圆珠笔吼，就文昌圆珠笔，啊，佮有咱这个金钟吼，三选一。啊，你若伫过年吼，就是讲大年初一，你来点灯吼，只要你点4%以上吼，咱啊佮有送一张啊，咱这个啊金鸡报喜吼，嘛希望讲借着这次啊，咱鹿港电工所啊办这个灯吼，会当保庇吼。啊，咱在座所有吼，啊，咱所有咱这些游客吼，家庭中会当非常的平安吼，啊，这个过新年会当给大家大赚钱。